姐讲哦，冬天晒衣服会比较容易干，所以我要做这个实验。这个 T 恤，它是一个很薄的布质，我要把它洗色，然后去外面晒。在下雪。现在要去 check 我的衣服，完了，我有 feel 外面的人。衣服没有事。那衣服是冷的。OK 了，开始了，因为可能地下是热的。